问了多少钱呢？40块钱一斤。40？对啊。比牛肉还贵。我们买一点羊肉吧。要几个了？肋骨呢？哎，你的肋骨怎么办？今年羊涨价了。牛降价了。不过冬天吃羊肉好了，回家再炖两个萝卜。大家，我是秋子。这一块羊肉呢，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面买的。现在回家，晚上我们就炖羊肉吃。先把它切了，忘记让那个老板帮我切小了。现在先把羊肉剁小。我这刀行了，这还可以了。切了一些姜末，现在把这个羊肉先倒到锅里面焯一下水。倒入料酒，我们把焯过水的羊肉放到冷水里面，把浮沫洗干净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炒羊肉了，锅里面倒油，然后放入香料，里面有姜、大蒜子、干红辣椒，还有八角、桂皮。倒入羊肉，加入盐、红油，加入老抽，倒入一些生抽。加入这个香叶，这个叶子叫鱼香草，倒入啤酒，再来一瓶，要把啤酒没过这个羊肉。盖上锅盖，这个得炖30到40分钟啊。这个羊肉炖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把这些香料夹出来，因为这些是不止的。可以起锅了。冬天吃羊肉可以暖身。我们的羊肉炖好了，本来以为半个小时就能炖好，结果炖了1个多小时才勉强能咬得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也准备吃晚饭了，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秋子的视频，请继续关注我们，下期见。